据媒体报道，韩国警察厅长17日在举行的记者简谈会上表示，我们计划进行彻底调查，直到与 YG 娱乐相关疑惑完全消除为止。京畿南部地方警察厅刑事科科长将作为专案组组长，专案组将彻底调查提出的所有疑惑，成为问题的事件也将重新调查。厅长还表示，在调查 Burning Sam 事件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教训，我们将充分考虑各种还未浮出水面的问题存在的可能性，以这段时间的类似事件调查为基础，充分发挥我们的经验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